兄弟，你是假？我们回归正题吧。首先，还是要感谢一下这些年来各位观众们的陪伴，这五年多不容易呢。虽然最近在工作跟课业的双重压力下，我实在没有心力去经营好我的频道，导致了频道曝光快速下滑的状况，但依然有一批观众始终都在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总之，等我大学毕业后，我会努力让频道的状况恢复的，也请各位多多支持啦，我们一起朝着20,000订阅前进吧。然后这包煎饼是在宝雅买的，很赞。好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拜拜。